嘉宾 诸位长辈啊，诸位同仁啊，大家好。我们接着啊看啊，这《明王三句》啊，再有一句呢，啊是“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啊，听到天下人最好的意见啊，可以利益国家人民的。 听了以后啊，生怕自己啊糟蹋了这么好的建议，而自己啊没有去实行。所以这个是爱民的心，这个也是啊，对于这个身边的姻缘呢，啊，能够珍惜，啊，能够。 感激呀、啊！啊，这人也是习、啊、缘哦。我们冷静想想啊，哎，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啊，贵人给我们讲的话，我们还记得吗？哎，假如记不了几句哦，那也是啊，对不起这些贵人。 给我们的叮咛跟爱护哦，啊，所以能知缘惜缘不容易哦，更能知恩感恩呢，那就更可贵咯。哦，好，太宗皇帝啊，在这一点上呢，很可贵啊。对于别人的劝谏呢、啊，他非常珍惜，而且啊。 常常好的奏折啊啊，像魏征劝了他十个重点。啊、哦，这个魏征常常拿十来这个原版哦，不是《谏太宗十事书》而已哦，还有十条啊，谏不克忠，就提醒太宗皇帝啊啊，在贞观十三年的时候，就十个重点呢、啊，提醒太宗。 有十个方面，你天子你已经啊都不一样咯，都不能够保持那个好的心态咯，甚至是一百八十度在堕落咯。啊，这提醒他，而太宗皇帝看完这个十条见不刻中啊。 哎，恢复给魏征。我假如不照做啊，我的哪有颜面见到你呀、啊？哦，这个话很可贵呢，他是天子呢。哎，但是您看他这个态度，哎，是非常尊重魏征给他的教诲哦，给他的提醒哦，以老师、以朋友的态度对对待魏征哦。哦，然后把这一篇文章。 贴在他住的屏住的房子的屏风上啊，随时看呢、啊，随时提醒自己啊。坦白讲呢，太宗皇帝有自知之明啊，一直看哦，印象才会深呢、啊。有时候也觉得这些教诲很好啊，但遇到事情提不起来。啊啊，怎么能不断的提起来呢？还要透过啊。 长期熏修，一直读经，一直听经，到入心了，随时随地都能提起来关照自己。啊，这一句京剧啊，就真的受用了，真的内化了。啊，学问贵在变化气质，那一句教诲一入心呢，就跟你的灵魂呢分不开了。好、哦，好。 这里有提到呢，贞观初年呢，啊，就贞观元年，太宗啊对大臣萧雨啊说到了，说我呢从小啊就很喜欢射弓箭，而且啊自己觉得呢，好像这个弓箭的道理呀、啊。 奥妙啊，我应该是很清楚的。结果最近呢，我得到良工十支啊，然后我把这十支良工呢拿给工匠啊，就是专门做工的工啊，工件的工匠看。结果这个工匠说：“皇上啊。” 你这十只弓啊都不好，哇！他吓一跳啊。他问说：“为什么？”这工匠说：“啊，这个做工的木头啊，它的木星呢不正，所以它所有的条纹条理啊都歪了，不是良工啊。因为它的条理啊歪了，所以它射箭呢、啊、不会很直。” 这个唐太宗啊，听完了，感悟什么呢？他说：“我啊，从小就拉弓啊，啊，南征北讨啊，平定天下，觉得自己很懂弓啊，结果其实还是不怎么懂。而且，我觉得很懂的东西，我还不怎么懂。我当皇帝才没多久，根本对治理天下。” 的道理都很浅呢，啊，所以我对治理天下懂得这些东西，还比不上对公懂的。啊，公事实上已经很不懂了，那我这个治天下真的是还差得太远了，哦，所以啊，他下令啊，在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 轮流住在中书省，啊，每天夜里啊，调这些官员来了解整个京城里面的政治的状况，啊，边了解，然后边去修正，边去深入这些治国的道理啊，经教啊，然后一定啊，要搞清楚啊，百姓的厉害，啊，然后整个政治教化的效果怎么样？ 哎，所以这个太宗皇帝很认真哦，哦，每天都了解整个民情，哦，他是真正的、啊、要想把政治办好。当然很重要的呢，这一些五品以上的官员来啊，他都是搬椅子啊，恭恭敬敬赐坐给他们。哎、啊，对呀，吧？闻天下之言呐、啊。 天下这些最重要的言言论是什么？了解民生疾苦啊，这个最重要。对他来讲，他最需要很清楚了解，才能进一步做好整个政治措施啊，利益人民。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呢、啊，刚好。 旁边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一一千一百三十页第九册。哦，这一句还没讲完，你们都收起来了。<laughs> 哦，我知道你们已经放在心上了，是吧？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哦。 我们看到这明王有三句呀，哈，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得意而恐骄啊，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啊，有这样的态度了，这个道德学问一定增长。我们从自身来反思啊，我今天处在哪一个位置，决定了、啊。 不谋名闻利呀、啊，决定敦伦敬奋，做这个位置这个行业的好榜样，就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啊，得意而恐骄，啊，在我的工作职位上尽心尽力，当然也会得到很多肯定赞叹，但是不骄傲，为什么？应该做的，不求有功啊。 但求无过。而在我们人生工作的因缘当中啊，一定会遇到很多贵人，那我们也要珍惜他们的提醒教诲，不糟蹋啊，或者是经典的教诲啊，我们好好的落实在工作处事待人当中啊。闻天下之至言啊，恐不能行。 啊，我们以这个心境啊来领受师长的教诲，每一句啊如平得宝，珍惜它；如饮甘霖，久旱逢甘霖啊，那样的欢喜珍惜。然后一听了，提醒自己要落实，要落实，要真干，恐不能行啊。哦，那说到这里了，我们马上回光返照。 师长教诲的哪一句完全做到了？哦，好，我们自己想啊，这个别人帮不了。哦，所以木这个每一句京剧啊，其实都是啊，在提升我们的心性，都要回归到这个心态下功夫，而。 接下来这个故事，完全彰显了刚刚这一句经文。我们看旁边这个故事啊，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哦。这个我们古文读本呢，啊，跟大家一起交流过啊，我们再复习一遍。啊，《诗经》啊，在古琴，啊，他是乐师啊，在弹着古琴。 魏文侯啊，听了很欢喜啊，顺便起舞了，啊啊，跟着音乐跳舞，而且啊，诗诗兴啊大发了啊，就赋了一首诗啊啊就讲话了，使我言而无见为啊啊，这个意思就是他边唱着。 他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讲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啊！啊，我讲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啊！自己在那里唱着哦。突然呢，他正唱着高兴的时候啊，这个乐师诗,诗经啊，抱着他的琴，因为乐师啊是自己把眼睛弄瞎。 他要全神贯注用耳朵听，他的音乐造诣会更提升，而音乐又能呢移风易俗，哦，古人很可贵啊，瞎了自己的眼睛去利益老百姓啊。哦，所以他听着魏文侯这么讲呢，因为他看不到，他就听魏王的声音啊，他抱着琴啊，整个人就扑过去啊。 撞魏王啊！当然哦，应该眼睛看不到的人撞眼睛看得到的人哦。这个魏王还是有闪过去的啊！啊，结果没有撞到魏文侯。可是呢，因为突如其来啊，这个魏王也没准备好。 他一闪啊，自己也整个倒在地上了，自己戴的帽子啊，都撞到地上了，因为那个君王的帽子前面都有一串一串的玉珠啊，啊，就是中流啊，这个称为中流啊，就撞坏了，那个珠子都掉在地上了，啊，结果呢，这个魏文侯啊。 被这么突如其来一撞啊，很生气啊！马上说，对着左右的人讲：“撞国君该当何罪？”马上回应：“罪当喷，就是这个人要把他活活煮死。”啊，然后呢，马上行动了，就把这个乐师架起来了。结果呢，带着这个诗经啊，才。 走下楼梯一步啊！这诗、个、经说：“国君呢、啊，我都要死了哦，可不可以听我一听我一言，我再死？好，你都要死了，你说吧。”就诗经讲了，他说：“过去呀、啊，尧帝、舜帝呀，当国君的时候，就恐人家哦。” 都顺着他，啊，没有把他不对的呢提出来，违逆他的意思，啊，直接给他直谏、劝谏，都恐别人不直接违逆他错误的意思。这个是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呢，而桀纣这样的暴君啊，他们当君王的时候，就是怕人家违背他的话。 全部都得听他的才行，所以刚刚呢，我听到那一段话哈，好像是这个暴君夏桀、商纣在讲话，所以我刚刚是要撞那个夏桀跟商纣，我不是要撞国君你啦，哦，以前的君王毕竟啊读过圣贤书哈，这么一听人家讲的都没错。 好，把他放了，啊，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你看哦，马上讲，马上接受呢。然后还有，把这个撞坏的古琴呢、啊，放在城墙上，让国人都看到我的故事。哦，然后呢？ 我这个帽子哈坏了，不要补了，啊，照样戴。我每天看着它坏掉哈，我就知道我的错在哪里了，我就会引以为戒了。您看哦，闻天下之至言，恐不能行；得意而恐骄啊。这个《诗经》给他最大的提醒就是：你当今王当的哦，不知天高地厚啦 唯我独尊啊，不行喽、哦！啊，好，哎，又劝他了，他真的恐怖闻其过，听了马上接受了。哦、所以这个事例啊也很精彩。嗯、好，我们接着来看二十七句，这是在第七册的九百五十五页，啊，中间的位置。 我们一起啊，呃，念一遍啊。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见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啊，是对齐国的君王啊，齐宣王，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为王者的心境啊，应该怎么样来反思。说到了。 君王假如对待他的臣属下属，就当手足兄弟一样啊，那感应来，好，他的下属会很感动啊，会很自然的对待他呢，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的看重，啊，跟自己的命一样的重视啊。 有感有应啊！人生说穿了就是这两个字啊，感应啊。爱人者，人恒爱；爱人是感啊，人爱之是应啊。敬人者，人恒敬之；敬人是感呢、啊，人敬之是应啊。 所以，人世间呢，没有一件事情啊是偶然存在的，它都是有道理、有因果、有来龙去脉的。哦，接着呢，讲到了国君，假如对待他的臣属、臣民，只像那个犬马一样使唤。 则下属，哦，或者是人民啊，看待他呢，就像一般的不认识的人一样啊，啊，国人不相交的，啊，走过也不打招呼的，就没有真正的情谊吗？大家注意哦，现在很多啊，君臣关系哦，很像这个样子哦。 企业领导者把下属当赚钱的工具啊！啊，你卖命我给你钱呢！啊，下属觉得我也已经做了，我也领我该领的。下了班哦、啊，你是你，我是我。啊，在百货公司遇到也不跟你打招呼了。其实啊，这个都是偏离呀、啊、人的本性啊。 人的本性呢、啊，应该是跟道义相应。人处事啊，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啊，那个都已经违背性德了。啊，人之初，性本善呐、啊。好多小孩呀、啊，第一次看到呢，一条鱼啊，被切了尾巴流血啊。 孩子都流眼泪啊！他为什么流泪？他感同身受，这个鱼会痛呢？鱼它都会这么样的疼惜了，更何况是人呢、啊？是吧？那是他的本能呢。我怎么长大以后自私到连父母都伤害呢？从这里我们看到啊，教育的伟大。 让他的天性终身保持啊，以至于那一份对父母的爱、对父母的孝，延伸到对一切人，就像范公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那个就是他天性保持，然后发扬光大。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教育最重要的核心。 天性保持发扬光大，可是啊，西风东进啊，功利主义挂帅呀、啊，把我们都污染了。什么事情考虑啊，都先考虑利。哦，你说交朋友，哎呦，跟这个人交往啊，我有没有什么利益？都是这个出发点的，不真诚啊，都带目的的了。道义呢？ 是我怎么样帮助到他，利益到他？哦，哎，所以在这个功利主义之下，人人不受污染也很不容易哦。哎，好，所以人要很清醒啊，不能随波逐流。整个东方，尤其佛家、儒家、道家。 都是呢，以利人呢为一个人生的态度，而今天哎，这一个人有因缘到我们的团体里面来，相逢即是有缘了、啊，而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视的就是伦常，伦常就是一家人啊。 在家，父子、君臣、夫妇是一家人呢、啊。延伸到社会，同事如兄弟呀、啊。哦，哎，这个行业谁教你的？叫师傅啊，还是一样当像父辈一样的恭敬他？所以走到哪都是重情义、重伦常。哎，今天有缘同事了，有缘当我们的下属了，我们是借由这个缘呢。 成就他的幸福，成就他的德行，而不是把他当工具一样用啊！用到身体坏掉了，啊，帮你赚了一大堆钱，身体坏了，回家去吧，都不理他了，这是不对的。哦，所以人文的关怀啊，处处要能提得起来。 啊，念念为身边有缘的人着想，尤其为他一生幸福着想。啊，现在很多企业家，听了老祖宗的教诲，他的爱心启发了，赶紧教五伦八德啊，给他的下属。本来离婚率很高啊，现在没有离婚了。 那个都是大功德呢，您看，不只是只想到自己的事业而已了，想到的是所有下属的人生幸福。哦，哎，这一念心呢、啊，是真正的仁慈仁爱了。哦，所以这个是君之事臣呢，要如手足啊，一家人啊，则臣事君如父兄，他就忠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了：“哎呀，现在人不忠诚啊，跳槽很多啊。”那个是在向上看事情了。你不爱护他，他怎么忠？你不教导他，他怎么懂事呢？所以为人领导、为人父母、老师啊，不能抱怨哦。啊，问题呀、啊，还得从我们身上。 来解决哦？为什么军人臣忠啊？有没有说臣忠军人？<laughs> 是军人臣忠啊？父慈子孝啊？你父母要教育好孩子，啊，又不是叫子孝父慈，是不？哎，他有道理啊。 你这些家庭团体影响大的人，你首先要做对的事啊，要要爱护，要教化底下的人呢、啊。好好，接着讲啊，君之视臣如土芥，这个国君假如对待下属，把他当这个尘土草芥一样糟蹋、漠视。 这个下属啊，对待这个国君呢、啊，就像强盗、土匪、仇人一样看了、啊。这一句啊，基本上呢，一个朝代呢、啊，最后那个亡国之君呢、啊，就差不多都有这个味道了。哦，您看那个夏桀、啊，底下的人劝他国君呢、啊，你这样再下去会亡国。夏桀说。 太阳怎么会亡呢？啊！结果这个话传到老百姓那里，老百姓说：“太阳什么时候要亡了、啊？我跟他拼了、啊！”老百姓是这么讲啊：“吾吾与汝偕亡,亡，我跟你一起亡，我跟你一起灭了、啊，我都。” 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暴政啊！哎，做人做到啊，人家要跟我们拼了哈，实在不怎么样，而且真的是太不尽自己的本分了。哦，好，这个太宗啊，有一天呢，刚好啊，贞观十一年的时候啊。 看到一段历史啊，看得很感动啊，就对身边的人讲啊，春秋战国时代呀、啊，这个敌人呢、啊，敌人就是不是华夏的民族啊，是算接受教化比较少的蛮夷之邦啊，这敌人呢、啊，杀害魏义公啊，魏国的国君啊，魏义公。 哇！杀了他，还把他的肉吃掉，只剩下呢肝没有吃掉。他的臣子啊，红眼没有救得了国君呢、啊。最后看到这么凄惨呢、啊，对天嚎啕大哭啊，然后就把这个国君的肝呢、啊。 放到自己身体里面啊，把自己的肝呢拿出来，把国君的肝摆进去。哦，然后呢，唐太宗感叹呢：“哎呀，现在要找这种人哦，可能找不到了，这么忠诚。可能讲到这里哦。” 有人又说：“哎、啊，有可能吗？”大家注意哦，君子以其所不能为人哦，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哦。君子呢，对待自己做不到的事哦，而别人做到了。 对他升起敬畏的心哦，小人心态不一样哦。小人以其所不能，他自己做不到啊，他就不相信别人做得到。小人以其所不能呢、啊，不信人。以前孝子啊，孝媳啊，一听说。 把哪个内脏割下来可以当药引啊？他妈的身体会好啊？刀子拿起来割开来呢，最后真的医好呢？这个在德育故事里面不止一则呢。那个是二十五史里面的，还编出来了、啊。告诉大家，我们可能骗人，老祖宗不会骗人，他们德行比我们好多了，是不？ 不能自己做不到哦，还怀疑别人哦，又造一个罪业。刚刚我们才讲魏忠达一念不正即是不带犯也。哦，那古人这些行词啊，记在史册当中啊，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呀、啊。 这个太宗皇帝呀、啊，读了这个故事很感叹，哎，这样的忠臣应该很难找了。然后呢，讲到这里啊，马上传魏征啊，请魏征进来了。好，然后也把这个故事、啊、讲给魏征听，哎，听一听魏征怎么想、怎么说哈、啊。魏征说了：“皇上啊。” 过去呢，战国时代的豫让，啊，为智伯报仇。这个智伯啊，大家应该想一下啊，当初我们要讲才德论的时候，讲了一段故事，就是这个智伯很嚣张啊，得罪了这个赵襄子啊，最后被他们设计杀害了。 然后三家分的秦国啊，不晋国就是因为智伯太傲慢了，最最后他的整个家族亡了。因为这个典故就引出了《才德论》啊，所以魏征呢、啊、举了这个例子啊，你看魏让啊要为智伯报仇。 但是没报成呢、啊，被赵襄子抓起来了，而且抓起来以后啊，就对玉让讲了，说玉让啊，你以前曾经侍奉过范氏跟中行氏啊这两个组织啊，而这两个组呢，都是被智伯给灭掉的呢，可是你却投靠智伯啊，你都不为他们两个报仇。 现在要为智伯报仇，为什么？结果豫让说了：“我以前侍奉范氏跟中行氏啊，他们只把我当做像一般的人一样看待，我也把他当一般的人一样侍奉了。可是这个智伯呢，他对待我就像国家最尊贵的读书人一样，那我当然。” 要以像个国家的这个国事一样来回报他，哦，替他报仇啊！啊，这君之事臣如手足啊，则臣事君如父心嘛。对呀、啊，这也是感得欲让的效忠啊！哦，哎，范式跟中行氏的、啊。 不够尊重、欲让，那当然没有敢得这样的回报啊！啊，接着魏征讲最重要的话了啊，所以呀、啊，皇帝呀、啊，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是看你怎么对待臣子。一下又把太宗给。 点哦，点了一下，是吧？太宗看完这个故事，马上，哎呀，找不到这样的人啦。您看哦，我们一懂道理哦，很容易第一个反应看别人，要求别人。哎，这个也不在理智当中哦，啊，甚至于会过分要求，甚至还抱怨身边的人。 啊，这个跟反身呢就相违背咯，反求诸己才对哦。所以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哦。我们这个念头一不对哦，就偏离正道了。啊，不过太宗也很可贵哈，马上请魏征来说说看。啊，马而魏征马上指正君王的心态不对。 太宗啊，也并没有不接受好，所以夫子啊，在这一点上啊，是特别彰显义理，正己而不求于人，不能懂一个道理了，先要求别人了，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我们看呢，人生要能无怨，别人对我们没有怨，以至于我们不怨人。自己要能不怨人呢、啊，最重要要明理。哦，最重要呢是反求诸己，就不怨人 因为很清楚啊，啊，人生所有的招感呢，都是自己心感召来的，那还有什么好怨人的呢？哦，爱人者人恒爱之啊，硬来了哦，哎，今天人家骂你了，一定是你以前也都常骂人，才会敢来啦，这不怪人哦。哦，所以明理的人决定不怨人。 你说：“可是我这一辈子没骂他，他还是骂我呢。”哦，那很好。你这么一思考啊，你就要开悟了，你就会找寻最彻底的答案，终于明白啊，上辈子骂他。哦，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哎呦，人生没有坏事哦，你被骂了以后开悟哦。 人生道理搞清楚了哦，哦，所以人生真的没有坏事，只要你的心态对了，每件事都是大好事，都对你的德行有所增长。好，好，所以自己要不怨，要明理，做到不让人家怨呢。首先，不要要求别人，要求自己，自己做不好就要求人，人家心里不服。 啊，就会怨呢。啊，再来的，尽心则无怨，啊平心则无怨，尽心则无悔。我们常说要走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呢、啊，心地一转就能无怨无悔了。平心。 对人公平啊，你不会招感来人家的埋怨。你看哦，你当爸爸妈妈哈，你的孩子三个四个哦，你假如不公平哦，怨就来了。在团体里面呢，你疼爱这个，宠爱那个，啊，一定啊，人家会很受伤，也会很抱怨的。哦，啊，所以能公平，能不要求人，啊，能不自私自利。 才能无怨，什么事情都只先想到自己啊，人家看了一定很受不了啊！就这个人真是都都是自自我，哦，有利益了都是自己抢在前头，哪有人家不怨的道理？啊，那孔子说：“反于利而行啊，多怨。”所有。 做事的心态呢，都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自私自利，一定会招来很多埋怨。哎，人家埋怨我们哦，第一个对他身体不好、哦，第二个那个磁场一传来哦，我们会生病哦，是吧？ 哎，那个磁场每天在那里，这个人怎么还活着？这个人怎么还活着？那个磁场不好。哦，所以人还是要广结善缘啊，不要跟人家结怨了啊。你有时候觉得，哎呦，今天怎么耳朵这么痒？好好冷静想一想，得罪了谁？人家已经在那里骂了。好。 而这个正己而不求于人呢，是非常的体恤人心，因为知道啊，自己都不做好，要求别人，人家心里决定不服。啊，我们不愿意人家这么对我，我怎么可以这样去对人呢？是吧？哎，一个人没做到就要求你，你服吗？不服啊！那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要求别人了。 啊，其实人呐、啊，那个惯性太强了，太习惯先要求别人。在《中庸》里面有一段话很有味道：“所求于子以事父，未能也。”就是你希望儿子怎么孝顺你哦，你先依这个标准去孝顺你爸爸，哇，做不到。 您看哦，都会要求、哦、啊，自己也是儿子呢，做不到啊。所求于弟以示兄，未能也。好了，弟弟啊，你要对我怎样怎样哦，才可以哦。哇，自己也是弟弟啊，对哥哥做不到啊。所求于臣以示君，未能也。 对下属，你们应该对我怎么尽忠？结果以这个标准哦，衡量一下，哎呀，我对我的领导也做不到，哎，自己做不到啊，哎，就先要求别人，这个人家接受不了，所以这个树道啊，是推己及,及人，你自己都不愿意了，人家怎么接受得了嘞？哦，所以。 不能要求人呢、啊，自己先做到最重要啊、哦！所以道家《太上感应篇》说：“正己化人。”正己的字含感化别人，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哦，《中庸》还有一句哦：“所求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我们希望朋友怎么对我好啊、哦？首先，这个要求先去对其他的朋友。 做得到吗？哦，啊，这个恕道啊，确实、啊，的对我们处世待人呢、啊、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其实我们现在呀、啊，读了《中庸》这一段话呢，我们很冷静一点。只要你对任何人有要求的时候，马上问自己：我那个要求。 我自己做到没有？还、啊、要要求儿子了？突然，哎、欸，我要求儿子好好读书，啊，我好好读书没有？我要求孩子要孝顺哦，啊，我孝顺没有？这么一想啊，不止不生气哦，不止不要求、哦，不好意思，脸红了。 这个感受啊，我特别强烈，啊，因为呢，偶尔啊，刚好呢，在电视上啊，看到六七年前讲的那个碟片呢，啊，我站在那里看自己啊，然后看啊，谈谈谈谈了一段之后啊，我是。 这个后背一直在冒汗，你看，通通讲给别人听，自己还没做到，哦，所以这个是越讲啊越恐慌，哦，不能理道理都讲给别人听了，自己不做了，哦，我很怕突然有一天，哦，身边的人说，啊，这个道理就是你讲的，你怎么都没做，哇。呵呵 我真的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哦！只想呢，找一个铲子，挖一个洞。<laughs> 哎，所以这个这个从事教学的人啊，为人父母者啊，啊，或者为人领导者啊，常常是讲给别人听啊，啊，但是也要很冷静啊。 得要自己真正去做好啊，不然呢、啊，这所讲的道理啊，都成反效果了，都成人家的怨了，就不好了。好，好，啊，这个啊，是我们从孟子这一段话呢，来给自己的一个反思啊，啊，所以《论语》当中呢，有讲到了。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呐、啊。君子是要求自己啊，小人才是去指责要求别人呢。啊，这个话呢，都是非常恳切的来劝我们。君子小人就在我们的心态啊，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呢，啊，之差了。 好，我们接着来看二十八句啊，在第六册八百四十五页。好，我们一起啊来,来念一遍啊。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易，节欲则民富。” 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齐景公呢问晏子，啊，如何呢？人使人民富足、安定，啊，而这样困不困难？啊，使人民富足、安定啊，难不难？ 晏子啊，对曰：“不难，容易。”接着呢，讲出来怎么做。啊，节欲则民富，忠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其实，一个君王啊，一个领导者。 要时时啊，能够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啊，这个很重要。很多问题哦，有时候不一定要问人，可以问自己。啊，比方啊，齐景公静下来问自己：老百姓啊，如何能富足？ 老百姓的心呢、啊，如何能安定？他是一国之君呢、啊，上行下效啊。老百姓最不心安的是什么？是这个社会不公平啊！一不公平呢，他很多权利可能都被损害了可能无罪啊。 都被人家诬告啊，然后这些官员又不公正，啊冤狱一大堆，那老百姓当然人心惶惶啊。哦，啊这个国君一直在搜刮民财，怎么可能老百姓会富足呢？哦，《大学》有一句话讲到的。 财善民聚嘛，财聚民善呐、啊。这君王所用的钱呢，都是老百姓纳的税呀、啊，这耳奉耳禄、名脂名高啊，那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呢、啊。你拿来挥霍了，老百姓不就贫穷了？好，好燕子点出来了。 要做到这一些呀、啊，都是君王啊！你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了，你劫欲啊，不就名副了？我们之前谈君道啊，谈戒贪这个部分谈的很多哦，就是要有格物的功夫啊，才能身修家齐国治啊。那放纵欲望了，这个国跟家就毁了。啊，接着重听。 啊，中听啊，这个中就是不偏私、公正，来审断老百姓的案件，就没有这个无辜的人呢、啊、入狱了，这个人的心啊就安了、哦。而那个公平啊，一定要从最上位者做起啊，不然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嘛。 这个君王很公正呢、啊，他下面的人不敢造次啊，不然会治他的罪啊。哦，好，同样的哦，治家也要无私哦，不能偏心哦，你家里的人才能安哦。我们看正年岁里，啊，一个家有一千人呢、哎，怎么治理的这么团结啊？心都这么样平。 这么样和没别的，啊，公正啊，平等啊，不偏私啊，所以把皇帝吃的两颗水梨，把它打碎啊，把那个汁融在两个大水缸，一人喝一杯啊。<laughs> 好啊，当然这个燕子啊，在。 引导他的国君呢、啊，都是抓纲领，这个都很可贵哦。我们再看下一句，在第九册啊，一千两百零五页我们在刚好是中间位置，叫“自治,治之术”啊。这里谈到呢，整个治理国家。 重要的原则方法，当然这一段呢也是啊，啊让领导者啊来关照呢，哎自己落实啊的程度啊，我们一起啊来念一遍：自治之术，先禀世患，乃从五正，一曰为。 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谓乱俗，失坏法，放越轨，奢败志。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俗乱则道荒。 虽天地不得保其信矣，法坏则事亲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鬼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自败则遇事。 虽世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世患。兴农桑以养其身，省好物以正其俗，宣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民赏罚以统其法。 四位五正，好。我们来看经文，啊，自治之术，啊，就治理国家政事啊的方法原则啊，先摒除四个。 严重的祸患而且这个防微杜渐呢才好哦啊，因为这个问题严重了，要再处理就很困难。从医学的角度，到了病入膏肓啊，就很难治了啊，只有小小的毛病啊，要治就很容易。 所以古人呢、啊，洞察人心啊，洞察风俗啊，特别敏锐啊，看到这个现象以后会怎么样啊？他们能推断出来。哦，啊，我们现在的人哦，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家庭会怎样，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样，不知道。啊，反正我。 晚上有饭吃，我知道 <laughs> 就好。关心的就是这个，就麻烦了啊！老祖宗有一句话：“覆巢之下无完卵。”北极呀，七月份一天的融冰，三个台湾的面积。 速度啊，空前的快！啊，诸位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我们这个吉隆坡守不守得住啊？呵呵离海边很近哦，哦，就要靠这几年努力哦，弘扬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哦。 弘扬开来了，人心一转啊，这个温室效应才能化解哦，不然沿海地区哦无一幸免哦。哎，谁来做？所以这个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思就是要整个世界是一家哦，由我们马来西亚带头做好示范哦，懂了这个生意了哦。 是不？为什么现在世界的乱不就乱在宗教、种族吗？啊，只要有团结的，谁还想乱呢？就不相信嘛，都觉得啊，本来就是这样了，没办法了。当初师长到联合国做报告，那个宗教团结呀、啊，他们不相信呢，他们都觉得那个宗教是。 会充足，的哦，不要找麻烦哦。然后师长说的，让九大宗教手牵手祈求世界和平，他们不同意呢。结果老人家说：“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办了。呵呵”哦，最后他们没办法了，好，只能五分钟。哦，所以没有榜样出来啊，人不相信啊。 后来，这个秘书长看到了，很高兴啊。谁不高兴看到和谐呀、啊？你有见过哪一个人看到和谐很生气啊？还骂人的有没有？<laughs> 没有啊。就后来啊，联合国成立宗教办公室。你看榜样多重要。哦，所以。 我们好好干啊！你看日本有访问团来了啊，我们再继续努力啊！到时候泰国访问团哦，最好有这个一些战乱的国家的访问团来更好。好。 啊，所以这个古人呢、啊，很敏锐，他能洞察机先啊。所以，只要呢，这个四个忧患存在呀、啊，就很难推行仁政、德政啊。所以先，先除四患啊，先秉四患，乃从五政，才能接着推崇五政。 释患是什么呢？一曰位。我们看到这个位啊，它的正面是什么？诚，真诚能凝聚人心。虚位啊，就失人心了。啊，天时不如地利啊，地利不如人和啊。 得道者多助啊，失道者寡助。得什么道？真诚、至诚，就与道相应了，就赶来人家，不分彼此啊，共相盛举。虚伪了哇，日久见人心啊！啊，你说一套做一套，讲的话都不是内心真实的。 都是敷衍人家的，骗人家的，人家真明白了，这一辈子就不会再相信我们了。啊，所以每一句话都要发自真诚的心，啊，没有任何的应付跟虚伪，这个重要。其实啊，人会虚伪啊，还是私欲放不下。 明明呢、啊、有自己的自私自利，还要把话讲得很好听啊，把这个自私自利包得很光鲜亮丽。可是包得再好啊，迟早有一天呢、啊，还是会被人家看穿。哦，好，所以第一呀、啊，不虚伪，一切言行。 都从真实心中流露出来，哦，那我们要看自己真不真诚呢、啊？不难，自己啊看着镜子讲话，尤其看什么呢？看眼睛啊，你就当做呢练习在跟别人讲话，然后看着镜子。 看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左右恍惚，啊，或者呢不专注，大家回去练练看，才会发现哦，其实我们平常啊那个眼神态度啊不真诚，自己回去看清楚自己的状态，要练到什么程度啊才行啊。 练到自己讲话讲到自己感动的流眼泪，那你就体会到你的真自己的真诚了、啊。哦，回去好好练习。假如不能流眼泪哦，继续努力呵呵。为什么？因为真诚是本有的，一定会现钱。但是我们得要真。 从心地当中啊，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去掉。好，恶于私啊，所以人一真诚呢、啊，对待人，念念为人着想，没有私心，念念为他好。哎，我们听到这里啊，会不会突然冒一个念头？啊，我都为他们好，啊，谁为我好？ 哦，你看，这是最真实的心境，这一念叫私心。呵呵啊，其实人啊、哦，多累啊，分自分他啊，常常要想自己，要谋自己的私利，还要算计别人，还要讲很多设计好的话，真累呀、啊！只有一个心境，就是为对方好，多单纯，多轻松。 好，你真正这么做了，真的是得道者多助啊！一定能赶来很多的善缘。好，越不为自己的人呢，人家越爱护他、信任他，愿意跟他合作。啊，三曰放，这个就放纵了。 啊，放纵欲望，没有恭敬心，啊，傲慢无礼，四曰奢，就是奢侈。我们看呢，这四个情况啊，现在是在谈整个政治的治理。我们把它拉回来，一个家庭，这四个都是致命伤哦。 夫妻都不讲真话了，这个家还能延续吗？哦，这个家每个人都是想着自己了，这个家能能安定吗？啊、哦，这个家没有家规了，放纵了，奢侈了，铁定亡了。哦，好，这传统文化的精神呢，真的是小大圆融，小到。 修身齐家，大道治国平天下，这理都是相通的。大家看呢、啊，一个家真诚，没有私心，又有家规，不放纵，又节俭，这个家道铁定兴盛的嘛。哦，好，接着呢，分析到了。 古人呢、啊、很能敏锐到事物的发展，只要虚位了，接着会怎么样呢？虚位啊就会搞乱整个风俗。您看哦，现在很多风俗啊，就是都是应付别人，你给他讲好听话哦，你就赚得到他的钱了，这都变成虚位的引导吧。 不是尽本分，不是发自内心的，都是想着要赚到钱，然后应付应付。这整个风俗啊，见利忘义了。哦，淫私啊，啊，坏法，吟诗就破坏整个法令了。这个法是公正啊，天子犯法啊，他与庶民同罪呀、啊，这个。 才能贯彻法律啊！一失心了，有关系的人通通不守规矩了，这整个社会的正义法令就乱了。所以啊，一个团体也有他的团体的规定啊，哎啊，团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啊，首先领导者要守。 领导者不守啊，这个团体的规矩就整个就破坏掉了。啊，因为上面的都不遵守了，都应付了，下面的人当然就跟着效，跟着学了嘛。啊，所以一个团体的规定啊。会破坏掉呢，往往是领导者。 最高领导者自己没手。哦，有一个势力啊，啊，有一个士兵啊，刚好那一天呢，他值班，啊，他站哨，啊，就半夜、啊，有一个上校啊，要进营里面去，啊，他说口号。 呃，那个晚上都都要有口、哦、口令，啊、哦、口令。结果这个上校啊忘了，他穿着是上校的军服啊，他说：“你又不是不见没有看过我，我上校。”然后他就要进去啊。结果呢，他要走近几步啊，那个士兵说：“口令。” 越来越严肃、哦，那个上校他是长官呢，也傲慢的，有点傲慢的，不理他，就接着讲。那个士兵马上对空鸣枪，砰，然后再问口令、哦。果然枪蛮有威力的呵呵。这个上校一看，好像不能硬闯了，啊、哦，问他旁边的士兵，今天口令是什么？好 <laughs>、哦，结果。 马上把口令一讲，这个士兵，上校好。哎、欸，假如你是那个上校啊，怎么看这个士兵？呵呵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人才呀、啊，真正好的下属啊，都顺你的意思的哦。整个团体的规矩就整个就坏掉了。 所以好像有另外一则故事是，好像是 IBM 的总裁，好像要进去的时候没有刷卡，然后那个守门的人就是不让他进。IBM 总裁谁不认识啊？<laughs> 哦，结果后来好像啊，真的是他要符合那个规定才让他进去啊。然后那个领导啊，最后好像很重用这个人。 他是守公啊，守法，啊，他不是看人情啊。一看人情，哪还有公公法呢？哦，好，这个也是提醒领导人哦。领导人那个好恶的心没有放下哦，都喜欢用那个听他话的人，不是用那个守规矩的人。哎，哦，所以领导者不。 去掉这些习气啊，想要到用到忠诚的人也不容易。好，这里接着讲到了，吟诗啊就破坏法令了，放纵呢就会逾越正轨，逾越这些礼教了。这礼教不是犯法，可是礼教一破掉呢，整个社会人性就像洪水泛滥。 完全扭不过来。我们现在看放纵男女的欲望，现在谁说能收拾这个情况？不容易呢。所以礼教是防微杜渐呐，这是高度智慧啊。我们这些子孙不懂啊，还批评、啊，还说礼教吃人，说这个话，那个背的罪业是太重太重。 老祖宗无上的恩泽，你居然还骂他？不感恩了，还还批判，还骂啊！结果现在不可收拾了啊！放越轨啊，奢败制啊，奢侈就会败坏很多的规章制度。您看以前呢、啊，人，你是什么地位？ 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而你穿的那个衣服，哦，他知道你是部长，他看你穿，对你就恭敬，因为你对国家贡献，没有乱呐、啊。现在人一有钱，我买大房子，我买大车子，开那个高级车，他觉得这样是显他的地位啊，哦，然后。 还往窗外吐一口槟榔，你说那高贵吗？可是大家注意哦，这种啊，想花什么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他就没有一种规范，最后人都什么打肿脸充胖子，没钱哦都要摆阔，都要穿名牌的。 然后把自己的家都压垮了，有没有？有啊！你看现在年轻人，父母血汗钱拿去买名牌的，这个都是没有节度的，最后都是虚华的风气，好这个面子了。哦，所以您看呢、啊，这个古人在分析这整个人心的转变呢、啊，分析的很透啊。 啊，接着说到了，这四者不除啊，德政是没有办法实行的，因为他整个民心都在堕落，怎么实行？赶紧要教化，赶紧要啊，亡羊补牢，扭转乾坤。因为继续下去啊，俗乱则道荒啊，风俗混乱的呢，道德就要沦丧了。 啊，道德一沦丧啊，天地也不能保全人类的本性了，因为他那个堕落的速度太快了。您看呐、啊，三四十年前呢、啊，我们住在乡下，还没有这些风气哦，在大自然当中，大自然养育我们呢、啊，我们心胸都怎么样？宽阔呢？ 现在都住在都市丛林里面，是不是？像一只一只树木，我都看不到前面了，看不到前面，只看到自己了，连邻居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啦。不能在都市丛林里面迷失善良的本性哦。哎，真的呢，我都。 我们都有深刻感觉，我们小时候天地在教育我们呢。哦，天地无私啊，养育我们。哦，最近呢，我观察到，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特别开阔的地方，像那个新疆啊，一望无际的草原，养出来的人哦，心量比较大，然后讲话很大声。 因为那个地方很大，他们很容易就高歌一曲，然后讲起话来就非常慷慨激昂。真的呢，你们看哦，那个郝总从新疆来的，哦，你看他讲越讲越激动了，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还有，我告诉大家，那个李烨老师也是新疆的。哦，我见了好几个，他们讲话都慷慨激昂。 还有那个新疆的佘美如老师，你们听过他讲课吗？哦，也是啊，新疆的王真宜教授，啊，王真宜教授退休的教授，哇，他们讲起课来都呵呵真的都看到这中华民族要兴盛的契机啊，他们那个豪情很好，啊，呃，一方水土养出来的，啊、哦，所以孟母三迁呢、啊。 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现在啊，人的欲望太强了，啊，欲令自迷啊，这个心呐、啊、没有办法跟天地万物的化育交感，天地不能保其性，天地不能不止保不了我们的性啊，还被我们摧残，把大自然破坏的体无完肤。 法坏则事轻，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这个法治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就要崩溃了。即使是君王啊，也很难坚持守护啊这些法度啊，因为那个有时候啊，形式形成了、啊，你要再扭转呢、啊，就很不容易。 而事实上，现在这种形式啊，一个国家领导人真正要落实伦理道德，难度高不高？相当相当高。很多地方的父母官呢、啊，真正用心推展伦理道德，他们背后里所承担的压力有多大？其实我们都可以感觉到。 因为认知正确的人少啊，他会遇到很多的人反对、悲隔、障碍他。哦，啊，但当然呢，纵使遇到很多的困难，哎，有愿心呀，有决心的人还是可以克服。啊，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 你们都讲不出来吗？呵哦，你们现在很聪明，知道讲出来就要做。<laughs> 凡出言，信为先。哦 <laughs>，如是愿行，永不退。鬼越则礼亡啊！虽圣人不得全其行也。常规被超越了，礼仪教化也会消亡。 纵使圣人来啊，也很难维护这个正道。规章败坏了啊，自败则遇事啊，欲望就会横行，没有任何的顾忌啊。虽士表不能充其求也，虽然你的国家土地辽阔啊，也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欲望消费。 大家读到这里啊，冷静去看，美国啊很会花钱啊，很会消费啊。他国家大不大？很大。可是现在呢，全世界欠债最多的，而且用钱用到他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孙了、啊。您看这句话，老祖宗都提醒了啊。所以这一段话应该先翻给美国人听，他们最需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是为是患。 好，这四个去除了呢，接着新农商以养其身，提倡农商，让人民啊衣食无缺，啊，好好啊生养百姓，省好物以正其俗，啊，这个省呢、啊、就明察这个喜好跟憎恶，就人们的喜好跟讨厌，然后啊。 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他的好恶啊，跟是非善恶是相应的，啊，来纠正整个风俗，宣文教以张其化，宣扬礼乐的教化，啊，然后昭示啊朝廷的决心，啊，朝廷的政策，哦，就像现在。 在祖国大陆啊，整个啊祭孔啊祭皇帝，都是由当地啊国家的原呃当地的原政府啊这一把手啊很高的官员呢来祭祀，这个都是宣文教，彰其化啊彰显整个国家的政策决心。 就是啊，以弘扬中华文化呢为重要的国策啊，这个都是啊，张其话，立武备以秉其威，建立军备来确保国家的威严啊，不能被践踏啊，你有了军备啊啊，人家不敢侵犯你。 明赏罚以统其法，啊，严明奖赏惩罚来统理国家的法律，啊，什么该赏，什么该罚，这个不能凭着个人的好恶，啊，所以得要严明整个奖赏惩罚的原理原则，啊，然后来统理国家的法律，四位五正，啊，这个就叫做。 重要的五个政治措施。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